但刚讲我突然好想吃炸杏鲍菇。肚饿的。可恶！我们家外面那有没有卖杏鲍菇啊？应该有吧。嗯。欸、你还没叠那个罗宾的斧头的，赶快叠一叠。他现在没关系啊，你叠就好了。对啊，你那边截掉，我们这边就不会。对啊，他不是可以赚钱？没关系啊，没有吧？罗宾斧头没有赚钱吧？他只是说给优惠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是你可以去他那边弄东西啊。对啊，我来试试看全萤幕玩这款游戏啊。啊，我就是全萤幕，你的萤幕弄好了？对啊。赞呢？不确定是不是好了啦。弄了。弄了不知道好了没啦。看一下哈，哇，农田之后应该改来下面这一层才对。对啊，可是下面那层也没有很大，两个都蛮小的。因为水在旁边啊，比较方便。哦。那你可以造个很没意义的水井啊。真的。很没意义的水井。对啊，他就是跟你讲说，真的是很没意义的水井。你可以更快的取水哦。超没意义的啦。草莓意义，草莓意义，花椰菜，不卡洛林，这个放他几家好了。啊！可是我如果再过去挖矿，我一定会觉得很痛苦。你金搞了是不是啊？我金搞了。你家在那边也弄成金搞，就不会痛苦啦。我就是从头到尾就一直挖矿就。呵呵，这是五个是，我做熔炉出来了。噔噔噔！现在等养动物就可以开温室了。开温室我就要来探机啊！你说你的世界啊？对啊。你一个人的世界啊、喔！准备好，对我一个人的世界，他可以开啊，可以开成给你们玩。真假的，可以改给很多人哦、喔。可以，现在就是你原本玩的地图都可以直接开给你。好好、啊，是啊、喔。所以我旧的也可以喽。可以。靠，那不带你们进来玩？可是你如果假如说多人的那个地图啊，他不是住三栋房子吗？啊，那个地方有没有东西不怎么办？嗯，他好像那个房子可以另外盖吧？是吗？没有，你也可以设定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可以没有房子。可是我已经没有房子的话，还是可以讲话怎么办？可是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不是没有房子进不去吗？那我们来试看看就知道啦。那天你不是就开一个没有房子的澳进不去吗？嗯，我来看看。开我的旧地图档来看看。卡洛琳，你在哪里？我查一下。卡洛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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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不会想去找他才对啊。让我看看。我找到他，然后揍他扁他。哇哦！哦，两点去看书是吧？好哦。吃东西的声音哦，被听到哦，嗯，哇，好久没有看到我这个田了。那时候怎么这么认真呢？看到我以前的农田，觉得好感动哦。所以我要领过去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去找找，找找我的马，一起去看看。嗯、你看，我还帮他们铺石子路哎。我以前怎么这么认真？真有心，超有心的啦。来，我去看看。
立啊，哎，不对啊，因为我们是礼拜五吗？礼拜五立雅会来喝酒啊，哎，喝酒。他作息改变了吗？过期了吗？他立雅，你不是来喝酒吗？他想为了一个实况组改变吧。他可能觉得每天喝酒形象不好吧。对。拜五。啊，还没到时间呢、啊，他会来喝酒啊。等八点吧，才有开台。八点，八点六。等钓鱼好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哈弟，哎、欸，我想到一个可以暂时解决没有碗吃泡面的问题了。用手。就是去买那个维力炸酱面的碗就好了，大碗那种。对啊，你就什么都可以装得下，而且还附两个碗哦。好哦，哦，对。不要任何碗面都可以啊，你们。没有，可是因为维力有两个碗，洗过就好了。我自己是有碗的啦。你就去买一个碗就好了。嗯。不然你就去买一个那种快煮锅干嘛就好了，又不贵。你想那么多人，大家晚上想吃泡面的话怎么办？就大家自己准备。就大家一起用手啊，打赢的话才能吃啊。那你们去啊，不是那种大大超市，然后大家一起拿筷子。不是、啊、你们去买那种大超市的碗，那种碗都超便宜的，那种瓷碗。你说预热会融化那种碗吗？不是啊，我说瓷碗啊。你是说板都吃的那一种碗吗？哦、不是。我浇个热开水，它都变成迷你版的嘞。对，融掉。我高中就有人用保特瓶去装温水，因为夏天嘛，温水会变热，就来装上去，拿到我们教室来，跟拇指一样大哎、欸，他说这是正品啊，一个正、哦、对吧、啊？一个正常那个多喝水的那种东西的，然后就是变个拇指大的那个保特瓶，对，我那个味道真的超臭。我的地图还是对，杰瑞，你是没吃午餐啊？嗯，没有吃午餐啊？我刚刚出去。哦。大家都直接吃晚餐了。对呀、啊，等下吃晚餐。好哦。哎，现在小雨没开哈。哦，金哈基。我没有开太金哈基。他还是说你是说开伺服器？我说开心农场。开心农场。有宝箱，哈基有宝箱。啊，没有，现在旧的地图上没办法。哎，可是刚那集跟我说好像有办法可以，不止四个人了。嗯，可是很危险吧？就是可能会出。对啊，一定会出问题啊！可能某次更新就被改掉之类的。对啊。他说盖新的，可是应该是同时上线也是只能四个，可是可以有比较多人进。哦，不然一次可以有几百人进来。对啊，一人浇一桶水，多开心啊！每个人去翻垃圾桶。真的。看这个城镇已经开始。繁荣起来，因为垃圾而繁荣。嗯，我可以那几百人同时在线上，哇，那很好玩。伺服器加开再加开，每一层矿洞都有人。嗯，那每人挥史莱姆一下，不是梦想。第二天就到封顶了。然后大家还不准有房子，只能有一栋，大家睡同一张床。对，大通铺。
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嗯，哦，是我的东西吧？什么声音？好恐怖！咚叮一下。哎，十点了，那么快！跑哦！直接接个那个。接个电话。对呀、啊。后面换送，这边没有换那个送啊，这边不能送啊。送不了，除非他们那边开始繁荣起来，以他们为中心开始盖城镇、村庄，有的没的就开始有了。字体变小，那是因为我的画面变大了。我现在是用全云幕玩，之前都是用视窗玩，会很辛苦吗？哦。为了画冷一下，攻略同一个角色，先攻略成功的就是谁的？哦，你惨了你！那你说是把后台的那个，因为原本罗宾只能盖三间小屋，可以就去改档案，把它改高之后就可以多盖几个，然后同时就可以很多人在线上。恐怖哦！怕。原来如此啊！所以你单人世界你要变多人，就是要自己盖小屋这样子。嗯，要另外去。他说他现在那边有五个人在线上，超悲催。真是盖那小屋超便宜的吧？一栋才100多块。哎，是100块吗？还是1000块？忘记了。嗯，洋芋片好吃啊。嗯嗯。好价。就假，12点喽，还不上床睡觉，再吃洋芋片啊？他不是杰瑞吧？杏鲍菇。杏鲍菇。他去拿东西。完了，糟了，250块嘛，对不对？还是200块？忘糟了糟了糟了！杰瑞，你要累死了！我累死了！快点！快回来！先求婚先赢，所以只能有一个人有情侣，是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是啊。结婚只能一个这样。哦，四个人只能跟一个人结婚。结婚哦哦哦，是他只会跟一个人结婚。哦，好好好，行行行。可恶！谁先求婚谁先你。我看到评论超好笑，这种游戏还是少玩吧。当时我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，就玩到都快肾虚了。中毒了！成功打正，有可以。这个好恐怖哦！还好我们都有强迫症。实际上是互相破坏田地的有劲游戏，不过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好险！不允许这种情况的，我们光被乌鸦吃一脚就快气死了。游戏断了，游戏断了，还好你今天还没有做什么事情。有啊，我睡觉，还好刚睡完觉。好的。熔炉蓝图。啊，走开了。正在。饼干。哎呦，500块。嘟嘟。红喜菇进入了。对，红喜菇来了。那我们就选金针菇才对啊。明天见。来不及。改游戏档吧，明天改的就从金针菇。爱吃真的交一个题。哦，对啊，我刚今天玩我那个，我水壶不知道丢哪里去，已经升到钢制水壶了，就要送一个普通回来给我。害我要再重新升级一次，又要再等4天。
这时候干嘛？忘记。奥吉尔节庆好啊。今天吗？对，今天是什么？蛋。复活节吗？好像复活节。煎蛋呢？看到头上没帽子，觉得好不习惯。今天吗？好抱歉。13号今天。不过今天是去买草莓的啦。哦，是买草莓。啊，对啦，买草莓喽。买起来。啊，先耕地好了，反正。地先耕好。对对对，耕哪里？罗家门前。有草莓。翻新家门前，种草莓。你要买几个啊？对啊。规划一下吧。规划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边九。一二三四五，五十个好不好？一二三。你说在一个吗？对啊，在一层。一二三。有没有看到蔬菜精灵在帮你耕作？然后后来发现这块地怎么平了？回来晚上发现，你哦，你要现在交、哦、好、啊，也是可以啊。反正时间还够，现在10点，半个小时前，哈基还在一个一个交，真的，好快哦，好快哦，这是一个协力合作的游戏，怎么？为什么杰瑞你的屁股比较白啊？你怎么了？对啊，你裤子，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？你什么时候特立独行？没有啊，哈基也特别懒啊，他只是裤子没干啊。你们是衣服跟裤子不同颜色啊？他的染剂跑到这边来的，买草莓哦。对啊，你们就是没有颜色不对啊。一个买就好。一个被气婆啊，气婆。谁？好，哈基买。五十个吗？我买哦。五十个、啊。嗯。好。也可以多，也可以多买啊。才花这样子嘞、欸。翻多一点啊。多点、啊，嗯，可以、啊。草莓可以跨界，好像不行吧？不行，100个。好，更新这么多也没很多啊，他好一阵子没更新了、欸。对啊。那谁要剪？哦、有等下谁剪？你剪啊。好啊。你是有一个路线的。有啊。那你们等下发呆吧。对啊，发呆、啊。好、啊，你问村长吧。开始。看繁星表演喽！我们来看一下繁星怎么走、啊。等下我就断线哦。点快点，点快点，我怕断线。尴尬。等待其他玩家，哟。好。Ready Go！ 繁星 Go！ 干，卡住。走错路了。知道我知道，我那天为了要剪帽子，我还特地去研究了一下繁星的影片。三，可以跟在你屁股后面。然后第四个垃圾桶后面。垃圾桶后面，然后上面。第五个这里。五。然后第六个树下面。树下面。第七个在这个车旁边。旁边。河边。然后垃圾车，第八个车子后面。村长的车子上。哇，九个嘞。第九个，这个，然后赶快往上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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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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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冲冲冲冲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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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进去，冲进去！你不要挡他路，冲里面，冲里面！这里，嗯，四、三、二，这里一个，下一个，十一个！哦，十一个哎，好猛哦！对啊，然后就去加张店长，店长快把草莓拿走。哇，看这些蛋蛋，看这些蛋蛋，这些蛋蛋，好多蛋蛋，看看这些蛋蛋，繁星，好不是金，花椰菜，耶，花椰菜赢了，哎，花椰菜，你戴帽子会长怎样？我想看，没有头发，爸，不晓得，我没试过哎，你给他戴看看，来啊来啊，哎呦，大家看。要跟哈基旁边，哈基亮亮的。对啊，没了、啊。你没有头发哎、欸，这是花椰菜、啊，就是花椰菜那个上面那个头被撕掉。面胶，面胶放里面。啊、所以是十个吗？五十个，五十个。那另外五十个要怎么弄？先中五十个啊，
另外50个看要不要等一下还是等一下吗？还是现在种？可以一起种啊。对啊。就是要种哪边？要种哪边啊？没。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。这边这一块。算一下啊。2、3、4。哎，这个这里不行。这边不行吧？对啊。3、4。可是上面都不行。可这边只有4个哎、欸。哦，这边延伸过来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、欸，这里不能种啊！不行，这个田啊啊，跑田啊！楼上来，楼上来，楼上来，楼上来！垂直，垂直，快点！直的，十拍，十拍。2、3，有五，这边有5了。刚刚好，刚好。1、2、3，多少了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那么刚好，那么多好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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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我先浇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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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浇水。快走！快到了啦！快不到！快浇水！浇起来，浇起来，浇起来！一人浇一排，一人浇一排。不浇了。我在种，我在种，一直给到别人。啊，没水了。不要给你，不要给你，我不是给你。哎，哈基浇一下，哈基浇一下，没有水，没有水了。好了，浇完了，浇完了，睡觉。啊，去错房了。不要跑去我房间，直错房间。哦，去小雨这边干嘛？看我把哈基家的灯偷回来，我把我的放在你家。把他家壁炉拿。没有，我把我的灯放在哈基家。好。好迷蒙。好黑哦！啊，快点，哈基做个稻草人！啊，对，放东西啊！稻草人，稻草人哦！对，有被摇走吗？没有，楼下还没，赶快做，不然就要被摇走了。好多浇水的声音哦！这边要2个哦，左右放左右，这样子一点就够了、啊。是吗？好吧。它8×8哎、欸，那个半径是8，所以这样子一定有碰到。好。你说，哎，一开始的生活就是困苦。浇个50个的水就没体力了。哦，我昨天在玩的时候出 bug 哎、欸，这样？他那个夏季啊，那个不是有那个星星的那个？嗯。然后他就是不是通常都是去钓鱼赚那个分数吗？然后他那个钓鱼游戏出 bug， 不能玩。你看是哦。嗯，然后我昨天就去用弹弓打了20块之后去赌博。还我。然后就赌到九，把它赌满。哇靠，好猛、喔！直接把他的商店买光。太神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？紫色这个像外星人的东西？那个是陨石啊，那他那个是锂矿、啊。嗯。哦。哎、欸，小鸡好了、欸，我去养鸡。好。要去。礼物送过了，那今天干嘛呢？挖矿。你要不要带？就是那个，哎、欸，好，我带好了。小鸡放在哪里啊？你家旁边啊？我家旁边。你家旁边这个就是啊。你家旁边不是机场？不是，它怎么才像一般房子？我看不出来。哇，原来这是我家旁边的鸡舍啊！我刚还以为是谁的房子。金针菇。哎呦，好极限哦！太没体，不能打金针菇，可恶！还有什么菜？啊，蛋挞。蛋挞，它不是有很多那个吗？食物的名字。哎，帮我把鸡门打开，鸡门。好的。哦。
那一开门，那个猫突然闪过去，吓死我！就跟丘比一样，你就吓人。你前几天晚遇到钓鱼 bug， 夏天是什么钓鱼 bug 啊？就是夏天，就是我讲的那个啊，就是节日的啊。节日不是就只有水母吗？就是夏季的节日啊。不是啊，那个是夏季节日，不是有一个就是哎、欸，还是那是秋天的啊，那是秋天的特卖会是秋天的，释放九宫格的那一个。哦。然后他的钓鱼小游戏出问题，你只买两只哦，我以为你要买满。要买，来啊！啊，那要养一次，做一下那个啊，那个叫什么？说那个蛋黄酱、哦。对对对。我们现在做不出来。哈记能做吧？没。蛋黄酱、啊。蛋黄酱好像是，一个技能。蛋黄酱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哦，那你做啊，可以做四个房子。好哦，我等下回去做，然后就可以开始送礼物了。他需要地精，四个地精，四个铜锭。都不灵吗？哎，对，没错。我都喜欢做四个，然后捡完四颗蛋出来就全部丢进去。还有叫什么？你知道他那天送到我家的四只鸡，三只褐色的，一只白色的，我都发疯。你把白色卖掉吗？没有，我就每次在捡蛋的时候都觉得不爽。那不送两只，要么就送全部一样颜色啊！真的，真的接受。超不爽的，我前面捡蛋的时候就三颗一颗，然后就不爽。爱奇挖矿。没体力了，回家。躺一下床就有体力。算了，先打败十个死人再说。对呀。好跑好远哦。史莱姆。史莱姆。还要带100个石头，然后多少？50个泥土吗？还是10个泥土？你要盖那个谷仓是不是？对啊，十个泥土，然后盖角落啊。可以。哎，谁用给我？挖大。我帮你清罐，你负责挖洞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还要地精？地精没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没了，没关系。最好再去找哥布林吧。你可以在这里找找啊。那他们吃不到甘草，甘草都被扫光了，不是吗？对啊。下来我家吃，还是我家的这边被扫光了？是谁？不是我，我家前面还有剩一点点草啊，谁扫掉的？你叫我去买草了，一个50块呀、啊！来了！哎、欸，我没体力了，我要走了。我要走了，没体力了。还有一只史莱姆，购买补给品。回家喽。嗯？没有，老样子。就当掉。对，懂我。为什么啊？是因为我这边开跟你连线，不是，我开单机也会。对他单机也会。你不知道为什么？啊，你买草了吗？还没。那我买了。哦，好，买点就好。你可以买啊，因为那个没草。捕鱼笼。哎呀，哈基不是看看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开的吗？我不是可以买那个旧家的。哦，对，要去哪里看呢、啊？去鸠甲那里啊，办会员。去鸠甲卖场。申请会员。我们不是办完会员了吗？哦，好哦。持会员卡享有优惠。个头，不可能。哎、欸，我买的草不见了。没关系。哇，他们竟然饿肚子了。我来了。你再买了吗？我来了。
五点了，啊，来不及了，啊，差点就买 Q， 不对啊，也不是这里啦，是那个啦，下面那个才可以买草啊，干草，你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不是买那个啦，我们是买种在地上的草啦。哦，因为它走出来就是自己吃啊，就不用放牧草。可是吃还没长大就会被吃掉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所以你要多买几丛出来种啊。他们一天吃一个，哦，还感觉还认不见哦。公共汽车40000块，桥25000。我想要矿车，矿车15000。哎呀，好，哎，欸，可买？买啊，钱够啊，就买了，啊。矿车可以先买吧，不然矿车真的好慢，你每天走过去天就要黑了。可以。我们分放垃圾的吗？应该截个图，我去看一下。对啊，我也在想。你做啊，做一个放垃圾的，啊。